家好，我是熊妞老师。大家知道吗？它有这个简易的灯条，它可以做出无限的空间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我们这些装饰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看起来觉得这个是非常做的非常多层的样子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当我们打开，它只有单层的，我们特有四面镜子以及一个简单的灯条，再加上我们的微动开关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原来无限的空间它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